其实我关心到的是苗栗人的三班用两片高级的一起都非常感入苗，不过李农的年纪近来近太累，老李农看不上对外配多接地流立台的韩国一起都休息，那就下下都为人工改投入。首先农委会处退休来少改农村改营地，去年初开盘的农村营地临时工改少改机制，为临时工盘的农业扩张，不过实际来做过后，效果啥没以后，农民也认为讲安样做其实无乜个意态个帮助，政策个想法系非常个好，不过老实际个情形其实所长意态。当年是闽南的意思，上班的地业就为落皮业，准备年代而来接风。农民在树条下也用工叉安层，我可以挑三十公分层面价位来落皮。也是当年我家的房前，我作为石头，不过总有几百头梨树的果叶，老农民不像管理来作为养。因在农村的年龄管不烂，农民的体力同精神都有几大的压力。前五六年的是一明显的了，全部落花还蛮严的，你从来都五十八的。后生也，算很年轻了啊！我最小的后生还是在左南东市街都有多少的后生，三万来讲来讲是茫茫的后生哎，比俺后生哎唔会超过五十啦。米亚农民飞特别期盼农村临时年的某些状况，我来小间年的去到田中下做事，还提供考察皮用盐压豆的技术，再由农民出钱来抢盐压豆。是不过三万乡农比去年旧年的前面二十两三年，电动年代农民真正爱用到人工加下三毛年和配合。无像无位新学生五十两岁个样本培养很多的，那时候他都五花上里头个老人家哎，六七十岁六七十岁你要培养，那有效呢。哎，庄先生，我想请问一下哈，你上来讲爱两个两片杂苦茶子，你下唔是有限哦嘞哈？哎，动动爱开始杂的嘞，哎呀嘛，哦，去上班了，哦，嗯，啊，好啦好啦，跟住哎呀，你也失望啦，谢谢，就这样。这个制度其实多多少少有一点帮助，但是说完全帮助很难，因为我。缺工的问题还是存在，那工人呢，他因为没有长期有工作的话，他还是会愿意去找一些比较长期的工作，当然也有退休的可以做换工的工作，但毕竟他必须要时间上的配合刚刚好，他才有办法，这就是我们所面临到的瓶颈。啊，听佢也到去做嘢，佢要外行嘅，去来讲得来，因为其他全部要套袋也到咩？那些好做，那些唔好做，又搞唔清楚呢，哈，又困难重重，实在唔系容易啦。政府的好意，伊从正经爱做，有多多位，真蛮多位问题。现在伊当年如果我引进农业外劳，对亚农粮输出讲，无可能引进外劳落来，系现在安尼嘅年龄时期，唔系一切都有。在工厂的农业外劳就会从时间来抢，不过台湾的农业根本负担不了从时间抢工人，所以政府还可以经常办法来解决农村人力的问题，还用短中长期各种方式来同农民谈解决。是包括我们的农业技术服务团，那其中包括了一个这个农业的一个劳动技术服务室，那这样是一个两个主轴，这个是一个主流，也就是说有一个技术服务团跟一个劳动室这样子的一个规划。那另外一个二呢，就是包含了我们的一个假日的一个农夫，以及我们用外役间的部分来补充我们相关的这些农业所欠缺的劳动力。长期部分农民费还敢充电，用地皮用后生农民，特别是各种子也是记者研究，大部分长期的训练同皮用来做永久发展农村的技术能力。香港苗栗县政府是认为，整合各乡镇的三小班，无听错有效来解决人工唔拉的问题。苗栗县的农业主要如何种果子、青菜，创业有320的三小班，其中果子同青菜的三小班就占了75%。
因前身子过上枪，所以对上父的产业算起来唔会过上熟。现家高山上班无限的时间都无相同，系共用本期整合的方式来上父稳工，无听错也做得。如果能够透过有县市政府或是县市农会，来做这个整合的这个平台，然后善用现有的每个乡镇的这个产销班队，我想大家以所谓的换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这个整合，这个过剩的能力或是补充不足的这个能力的这个部分。农民在农忙时期的时候是很缺工，可是他在农闲的时候，他并不是会以金钱或者是说的一个打工的一个模式，愿意去做从事，他宁愿是休息的一个部分。那产销班的一个班员互相支援的时候，是会以情感做感情为做一个基础的一个模式，这样推动起来会比较更容易更恰当。县政府为形象化拍开外面对地方的现实，农民应该应对失业，这家如果不得，那很有彩票去同年温工，中央爱整合一下模式作为人力去做农，不过对小计都训练都晓做，都行爱一步的。南外苗栗县政府提出的整合产销班，地方农会也认为做得此困难。不过，黑工农民爱顾好自家，目睭也唔系强撑爱水。广埔门的各种总统企业农工政策推动，短时间内恐怕解决唔得农村欠人工的问题。下个新闻，总之米苗栗报道。